香港呢一类超过五十年楼龄嘅旧楼有四千几栋，佢哋好多地串闹市，而且因为地契嘅限制宽松，所以睇嚟残破不堪嘅旧楼，则成为地产商眼中嘅金银岛。事实上，近年几乎所有喺市区新落成嘅豪宅，都系由旧楼重建，而随住旧年四月。政府将申请强制拍卖楼宇的门槛降低到拥有整体业权的八成，收购旧楼的活动更趋蓬勃。自从1999年，政府为了鼓励发展商呢去做多些市区重建啦，咁就通过了那个强拍令啦。咁有了这个法例之后呢，咁就那个收购的方法呢是完全改变了啦。谭文珍从事旧楼收购40年，他说这行涉及的利益复杂，而且过程延续多年，所以做事的时候最紧要低调。即是未有那个强拍令之前的发展商，就是静静鸡就买了个单位，然后再进行呢第二阶段的收购。那第二阶段呢，通常他们就会是跟一些业主呢签些有条件的收购合约的。当其时都有啲好出名嘅，即係我哋行内叫做钉王啦，即係佢哋一睇中咗有啲物业係有发展潜质呢，佢就会买咗个物业就摆喺度嘅。但而家呢发展商嗰个风险咪会少咗，因为通常你收旧楼重建嗰个风险呢，就最驚买到半桶水又买唔齐。变咗你只要出个重建价买到八成九成以上，你就可以一定买到其余个10%。市区土地供应越来越少，而楼价又一直高企，利之所在，发展商于是向旧楼埋手，收购规模不断扩大，近年造就了不少收楼公司的发展。咁有啲公司嘅運作就係佢哋自己去收到咁上下嘅時候，或者收齊，或者收到八成或者九成就賣俾發展商。咁唔代表發展商自己翹喺度唔翹喺手唔做嘅，咁但係發展商都有做。不過因為呢啲收購公司出現咧，就變咗佢一個好大嘅土地供應商。咁譬如嗰啲收購公司3億收咗翻嚟嘅，咁佢4億賣俾發展商，咁佢就賺咗差價咯。行内叫这种赚差价的做法做包场，收楼公司会尽量对小业主压价，买入业权之后再用高价转卖给发展商。我觉得很多小业主呢其实很 worry 一样东西，就是他只不过是得一层楼，分钟呢那些收购公司来呢，他是用很低价钱收了你层楼，收了你层楼之后呢，你是揸住那头钱呢，你是根本出去没办法再上翻车的。土瓜湾的美景楼，楼龄接近50年，一班业主过去2年就一直为卖不卖楼给收楼公司而烦恼。
我究竟我自己住啊？我租出去。我見到田生出嗰啲價，根本係差唔多係可以話係啱啱出價咧，可以話其實係三分之一都未咁上下嘅啫。兩年前，小業主邱生收到收樓公司嘅信，要收購佢嘅單位。邱生認為對方提出嘅價錢過低，所以冇打算賣樓。不過佢發覺成棟大廈嘅氣氛因為出現收購而變得緊張。就每日就喺美景楼个大门口嗰度开把太阳遮，咁啊开张灯，咁有几个职员就坐喺度，咁啊所有业主一出一入咧，佢都会同你打下招呼，就问你卖唔卖噶啦，俾啲咁嘅单张我哋啊，你唔卖咧就冇噶啦，上唔到最后一班车啊咁咯，即系俾我哋系好大嘅心理压力噶咯。即係心情真係可以話大起大落，我真係好驚，我真係收到八啊，真係收到八成去強拍，因為強拍係完全冇透明度，全部都係以底價成交嘛。就算小業主而家去填土廳查核買賣記錄，都會望無頭緒，因為買方通常都唔會用收樓公司名義登記，外人根本分辨唔到大廈有幾多業權已經賣咗俾收樓公司。田生就在最後期的時候就告訴我們大概有400多戶簽了，但好坦白說基本上沒有多少個簽過，業主立案法團其實是出過一些即信息給我們，都是幫田生勸喻我們是將單位賣給田生，本區區議員也有做過這件事。如果你想簽那個臨時買賣合約，是可以去本區區議員那裡拿form去填，如果你不識填他會幫教埋你點填添。管理委員會有啲委員唔知道田新嗰個情況係點樣，咁咧都希望田新落嚟同大家講解一下。咁我呢度咧就作為一個場地，就借用俾佢哋係一個即係講解嗰個情況。唔知道就係可能會唔會佢哋有一個誤會，以為係我呢度協助佢哋一個田新做一個收購。试过有小业主同收楼公司签约，交易期届满，收楼公司竟然自动将合约延期半年。期间，收楼公司究竟收唔收到八成业权呢？小业主无从得知。其实小业主应该就系俾一个限期俾嗰个买方，就系话嗱，我等你去收购八成，但系咧。某年某月某日之内咧，你一定要收购到噶啦。如果你收购唔到嘅话咧，其实我都可以唔再卖俾你噶啦。吴燕强同太太经常出入旧区。協助受收購困擾的小業主，他發現收樓公司最常見的手法是透過業主立案法團去促成舊樓收購。他跟那些立案法團很熟啦，咁咧就同佢哋講，即係可能又俾啲甜頭佢哋啦。佢話嗱，咁譬如我哋見到西九灣大廈呢度咧，佢就話同佢，不如我俾啲 banner 掛上咧，我就俾3000蚊個月你。咁咧，佢哋就啊幾好啊，有錢收入。咁但係咧，啲業主嚟講咧，佢哋覺得好大嘅壓力嘅。咁所以啲業主走嚟同我投訴。咁再睇埋咧，原來佢哋話咧，就立法團話要分錢啦，因為佢哋嗰度樓咧就係要重建啦，所以咧就嗰啲錢儲埋20多萬，不如分咗佢啦。咁但係如果啲人唔想走嘅人咧，就好擔心啦，佢哋要夠錢去繼續營運啦。唔願意露面嘅蔡生，佢座大廈喺2007年俾收樓公司睇中，結果。有业主立案法团的成员将物业卖给收楼公司之后，要攞翻管理费储备金，令到大厦管理陷入危机。咁结果佢哋走嗰一刻，就系我哋个管理费嗰个 reserve 咧，系由50萬
減咗42萬就分咗噶啦，咁就多翻幾萬蚊，係運作唔到嘅。2009年，大廈業主又收到收樓公司嘅通知，話已經收購咗大廈80%業權。不過有住客就揭發，當時成棟大廈只係得一宗買賣記錄，仲要話咧，就因為根據條強拍條例，就快就90%就變80%咧，就。你哋等大廈都時間無多噶啦，如果你哋唔願意賣嘅咧，就我哋申請強拍咯。蔡生曾經去信地產代理監管局投訴，結果多番追問，等咗年半，到今年7月先至收到回覆，話已經暫時吊銷有關地產經紀嘅牌照2星期，而收樓公司就被罰款20,000元。我哋由2007年到而家2011年，好多啲麻烦事接踵而来，咁我觉得个罚则就太轻咯，因为你自己住喺你自己间屋里边，居然可以有人走到入嚟你等大厦同你收楼，而佢哋系冇预先约见你噶噃，大家。是很無助，你會去找譬如警察局找人幫手，民政事務處找人幫手，發展局找人幫手，大家每一個部門其實就大家都卸薄的。即我作為女性啦，出入在這裡啦，其實都真係好大笨案咯！咁由樓下咧收曬樓，跟住空置曬樓下單位之後啦，咁啲門爆曬咧，每一日上落樓梯咧，其實個感覺係好唔安全啊！有一晚係因為做嘢咧，做得夜啊，可能講緊11點、12點嘅時間喺樓下咧，我真係試過咧攞住個電話咧，係準備定打3條9。即係如果有咩事，突然間後面有人襲擊我，或者係有人係匿埋喺嗰啲空置單位度咧，突然間出嚟嘅時候咧，我係可以能夠即刻打到3條9啊！唔願意見樣嘅馮小姐同屋企人喺度住咗10幾年，佢話年幾前曾經有收樓公司同佢哋接觸，想買呢一個單位，但係未傾價錢就冇咗下文。年初开始，佢发觉楼上楼下嘅单位陆续被收购，住客一个一个搬走，佢嘅噩梦亦随之出现。佢哋楼下有屎又有尿又有水，好似即系听到好多收楼嘅事件啦，即系唯独是系未放火啫。佢哋试过报警，又喺门口加装闭路电视，加强保安。不过最后。都是因为担心人身安全而决定暂时搬走。我好记得差人那次第一次上来即刻第一句问啊这套是不是有收楼啊，那我就已经知道即是这些事可能已经是很普遍的了。可惜今日为止警方未拘获任何或寻回被涉物品咯。上次都咁講噶啦，多謝我哋盡咗市民責任啦，向警方舉報咯，謹此致謝。過去一年喺深水埗同九龍城一啲開始被收購嘅大廈，相繼發生縱火案。不過警方就表示，暫時冇證據顯示。火警涉及楼宇收购纠纷。有收购公司嚟之后咧，就呢度又发生好多问题啦。例如喺好短嘅时间之内咧，就发生咗几次嘅火警。邱生同大厦部分业主其实好想藉住重建改善居住环境，不过佢哋就信唔过收楼嘅中介公司。或者你係業主，咁你同到底係同唔好咧？最近佢哋主動游說其他業主，希望可以集齊業權，
找发展商合作，用楼换楼的方式，等重建之后可以搬回来住。因为我所谓我讲句不好听，冇人住啊，你起码十年八年啦，换楼。即系如果大家团结嘅生意，有啲后生就好。即是你舊屋就翻生活，唔使俾任何錢嘅。阿婆乜嘢都會意見，係啊。一間換一間，起碼我唔會話買咗出去之後，我上唔翻車咯。曾經開過兩次嘅大會㗎啦，即係好多業主係出席嗰陣時咧，聽到呢個計劃好似好著樣，好開心咁。當我哋希望佢哋自己去做一啲嘢嗰陣時咧，係即時係冇曬反應。好多人簽過嗰份臨時買賣合約俾田生，真係綁住佢就好驚咯，唔知幾時先真正解到約咯。變咗而家我哋係推樓換樓呢個計劃嗰陣時候，好多小業主係完全唔相信啊，即係唔知道我哋係真正係幫佢哋啦，因為係呃佢哋嘅咯。另外聯合出售，即係有啲係做得成啦，咁當然有啲係做唔成嘅。咁做唔成咧，就可能大家因為嗰個計算嗰方面嘅大家嗰個意見啦。咁大家喺度。鄭漢華經常出席一啲舊樓招標簡介會，佢話好多舊樓業主都希望直接同發展商交易，唔使透過中間人買樓。公開招標咧，其實大家業主都知道佢自己個單位可以賣到幾錢，將會收到幾錢。咁所以其實個過程裏邊咧，即係你話小業主會唔會有咩損失啊，或者各樣嘢咧？其實相對嚟講，因為佢經過聯合出售，佢買價錢咧，一般嚟講係高過市價一半或以上嘅。自從去年強拍門檻降低到八成。到今年七月底，短短十五个月内，土地审裁处一共收到42宗强拍申请，当中以中西区同筲箕湾占最多。今次拍卖是根据《土地为重新发展而强制售卖条例》，根据呢个售卖令，售卖地段所有不可分割份数系将会出售作为重新发展用途，强制售卖条例。上星期三，西环南里其中两栋旧楼被发展商成功申请到强制拍卖，在没有竞争之下，发展商以底价收购埋余下的业权。港币7000万已经有人成交，有人要出港币7200万，有人要出港币7200万。如果再冇更高出价，我将会以港币7000万出售呢项物业。港币7000万第三次。我哋睇过成个嗰个工厂街啊、教堂里啊，同埋沙滩道咧，嗰一带嘅地方咧，有一啲比你仲细嘅地方咧，原来嗰阵时咧就卖到600几万嘅，唔知点解佢估到200几万嘅，咁可能就专登压低个价钱啦。呢啲咁嘅估值咧，就尽量估到你好低。你都要提一個所謂反對嘅，如果唔係咧，佢就用呢個價錢計嘅話咧，你就好慘嘅。強拍一來，我又唔識嗰啲程序係點樣，係咪先咧？咁係啊，好規範，我又唔係好識，我又唔係有墨水嘅人。唔願意上鏡嘅柯太喺筲箕灣住咗十幾年，大廈早幾年開始有收樓公司收購。佢話原先佢簽嘅臨時合約定明作價570万。但是过了交易期都没有下文，追问之下才发现收楼公司已经收到大厦的八成业权，所以只是肯出365万买他的单位，比原先讲的足足减了200万。所以有人跟我收购当然好的，当然想着有价即可以买到出权那些好一点，本知他们搞到这样。柯太个单位附近十几栋大厦，单单在上个月两个星期里面，就有六栋旧楼，包括他住紧的地方，
被发展商一栋一栋咁申请强拍。我怕拍卖好多人都话实低噶，攞翻好少钱噶，好多都系唔卖。其实同一日佢入纸申请咧，就除咗嗰两间之外，仲有呢两间。咁就仲有一兩個人唔肯走嘅咧，佢就用強拍嘅情況咧，就係拍賣啦。分咗三個申請，即係等啲人咧就唔可以一次過一笪嘅地方咧就同時去發展。譬如市建局佢要幫人嚟去發展嘅話咧，佢要求人有400平方米，即係4000多尺。但係成個筲箕灣呢度成個地方咧係講緊20000多尺噶。咁變咗咧，每一個都係好細嘅地方，都係千幾尺咁拎出嚟拍賣咧。咁結咗就好難有其他人同佢競爭嘅。政府當初強調修訂強拍條例係要保障小市民利益，點知新例實施反而變成發展商同收樓公司施壓嘅工具，令小業主惶恐終日。跟住青年发展活动，朝气东张西望。